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南千雨落。今天招财猫活动开启，雨落可说是大型翻车现场啊！有多惨呢？各位可以看接下来的影片。各位可以看到，雨落昨天有发布影片，招财猫的试算中，一人应该要得到1.2万的龙金，雨落只有得到1万，可说是非常的非洲啊。后面这段是雨落为推坑小号抽取招财猫的过程，关于推坑小号的影片连结，雨落放在右上角，欢迎去看哦。那我们这次的分享就到这边，大家下次见，拜拜。